信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这是怎么了？大王，你忘了，你从摘星楼上摔了下去。啊！那我的头，我的身体，怎么会没事呢？大王，您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怎么会没有事呢？您啊，都昏迷好久了。可是我的身体不觉得有事啊。是因为大姐她用她的灵丹妙药把大王救活了。难怪姑不但觉得身体没事，反倒是觉得身体舒畅，比以前更有精神了。大王，你没事就好。多亏了美人，如果不是因为美人的灵丹妙药，姑恐怕……大王，不许你胡说！大王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好，姑不说，姑不说。